现在就今天说到这儿呢，咱就说这个伊之源这个净水器，嗯啊，它的工艺，好水的标准。它的工艺呢，就是它出来的水，嗯，既没有重金属，也没有其他的化学污染物，因为它里头有紫外，有杀菌装置，出来也没有微生物，嗯，能够杀灭细菌，能够杀灭病毒，嗯，同时。原水就是进到它里头那个我们叫原水啊，原水里面含有的天然的矿物元素几乎都能保留下，你说这东西好不好？那肯定好啊，是吧？嗯，所以我们既保留了这个所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钙、镁、氟这些营养，对我们身体非常重要嘛。那同时呢，也是确保了一定的安全性的。那同时，我们的这个伊之源净水器，其实在2010年、2012年，那么这个一星空气净化器，还有我们的伊之源净水器啊，就已经陆续的在中国上市了。那您呢，当时也是作为疾控中心环境专家，亲历了这两款产品的检测工作，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有什么好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它是这样的，就说这个毕竟是美国的，最美国的原装产品刚开始进来，哎，大伙儿呢都对它很感兴趣，尤其对它的外观，嗯，然后呢对它的这个功能，确切的说，中国很多的做净水器的厂家都对这款机器啊做过解剖，就是研究过它，哎，肯定是好才去解剖的。